号三，我们分裂成两个，来，手打开的，打开的，对，放松一点，放松一点。现在我给你一个，我有一个，其实两个小熊有不一样的名字，我叫大猴，你呢叫小猴。如果把大猴放在我手上，小猴也帮我握住它，翻过来，我只要轻出口气，大猴和小猴就会瞬间交换位置。看一下，我们看到我的变小猴也变成大猴了，看出来没有？厉不厉害？厉不厉害？是不是厉害？哎，为什么效果呢？是不是两个长得太像了分不出来？这样再协助我一下，打开手，对，然后动低一点，这样。这时候很简单的，我的已经变成小红，对不对？你的变成大红，我们再来一次。我的拿一个，你拿一个，好，抓住它，翻过来。我知道这次轻轻吹一下，我手上小球会慢慢的消失不见。来，把手打开，就让你的手上去。好，谢谢各位，谢谢。我就到那边去，再看有没有别的。